今天一早，模特儿公司举行新春团拜，艺人李佩旭、刘以豪、全思璇都有出席。新年新希望，除了往戏剧方面多发展，艺人刘以豪还说，希望大家也能注意到他的音乐表现。而目前还是单身的长腿美女全思璇则说，希望好桃花能够快点找上门。上香拜请一拜，大年初八，一零娱乐公司选在10:10即时团拜男模女模，身高高人一等的模特排排站，大多穿着红色，显得喜气洋洋。产后复出的林佳琪依旧保持姣好身材，而长腿美女陈思璇瓶口红洋装衬托好气色。新年新愿望，希望桃花赶快来，在今年也可以有好的对象或好的桃花。佳琪帮我介绍。没问题，对，所以我会放在心上，会赶加快脚步。一定情侣档蔡淑臻忙工作，独留李佩旭参加团拜，有没有可能在金马年传出好消息，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结婚这个事情哦，这个好了，计划中啊，计划中哦，但是这个不急啊，不急。接拍多部偶像剧，最近人气很旺的刘以豪，一头卷发加上两个小酒窝，招牌笑容引导粉丝。今年要往音乐界多发展，希望自己在音乐方面、吉他方面，像我们乐团新成店也可以尽早录制更多的歌曲，然后让大家听到。以美妙歌声进军日本的小胖林育群，今年也有新作品要亮相，一张中文的专辑，然后也会有一张日文专辑，所以我自己是很希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。往戏剧歌唱多方位发展，希望新的一年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与大家见面。新唐人亚太电视独天长庄云婷台北采访报道。